在45年前，我就是站在你们现在的位置，跟你们今天一样参加结业回操。我当时的心情跟你一样，都是很兴奋，因为我辛勤的36个星期的训练即将结束，而且我会毕业成为督察，执行法律，维护法纪，保持安良。今天我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再来到这个操场，既兴奋又鼓舞。今次警察学院的结业操是第一次全面以中式步操进行，有特别意义，是充分体现了警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和对国家的归属感，更加代表对国家所托和忠诚的庄严承诺。